词抢答。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这个我会唱。快抢！快答。礼多人不怪。回答错误。接受惩罚。最后一题，荣耀之战。三、二、一。哇！你到底是什么理智啊？大家来到无限超越班新春特别节目。是你爱爱爱不完。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位大大大大大来宾，他就是梁家辉先生。好，梁哥姐，这一枚输赢。今天再来个经典重现一下。为什么男人会喜欢你呢？不上班你养我。新年特别节目，四大巨星到底会是谁呢？一家人其乐融融过大年。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用粤语，没有语言天赋。乖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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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要吃八宝饭，啊，八宝饭。但是我们也吃八宝饭，南方都要吃的。我也是南方的，我没有啊。哇，对你也是。四个南方人。你嫁到上海来，然后我们就给你做好不好？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年货，怪东西。有多怪？刘先宁的潮汕牛肉丸一斤。等一下，是要我自己买吗？刘先宁都不知道。那么厉害！无限超越班集体新品一副。啊，这个我想要。啊，这个我想要。哎，这个好。哎，孤品孤品，我要加油。绘声绘色影帝级的你比划我来猜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呀？塞缝塞缝。都有个第一个鸡嘴 no 鸡唇猜成你，我是消遣的。你在搞咩啊？谢谢郑业成、刘耀文，也谢谢我们陈家班刚才精彩的演出。太不容易了，你是不是最后晕了？对，发昏。我看得出来你已经这段戏真的很累，而且是一连串演下来，又是情绪又是打，就太累了，我都不行。真的这么一直下来很难的。你们这个是舞台动作话剧，太难了，太多出了纰漏。你看，你看枪也没有撞好，当然不是问题。我为你们两个鼓掌，真的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耀文，助演哈，我觉得你比你自己的那个戏还演得好，可能你没有压力，是不是？知道吗？是啊。对，助演嘛，因为助演哈，是啊。所以这个就压力问题啊，比较放开了一点。其实在拍之前，我一个人可能在房间里，我在找那种就是有点疯疯癫癫的感觉，然后就一个人在那摇摇晃晃的，现在想起来还蛮尴尬的。挺好，今天。谢老师，谢老师。我选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蛮像吴彦祖，而且他有那个劲儿。如果有人去导师跟他教导他一下，戳他两下，一戳懂，好像我刚刚在走廊跟他讲话，他就
大哥想请教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就今天不是要演反派吗？但我其实算是第一次演戏。就是阿祖那个角色，你首先要自己去想分割你自己的性格，要逼自己。你看，对对对，就哎对，就是那种，他马上，我就要这种感觉，就要这种感觉。他自己已经在房间，你在这研究这个是对的。大哥在这么多年从艺生涯中，我知道你也挖掘了很多年轻人。吴彦祖啊，吴彦祖是在一个宴会，有一个演员走过来，大哥有一个华侨，你认识一下？我好啊，嘣，他在我面前一看，就吴彦祖，我看一下他，我明天来我公司吧。啊，立马签，帅哥挖掘机。对。很多时候我们去 casting， 有些人来基本上不用试戏的，跟他聊天完了就知道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在美国做 casting， 有一个女孩子进来，中国人，一进来在那个门口，她是这样子，一个女孩子哦，一进来啊 ，Hi guys， 我就吓一跳啊，完了之后她哇，她走进来就呀呀呀。完了就一完了就你好，我叫韩雪，我是来 casting 这个舞女的，马上用张兰心。那大哥我要去 casting 一个女军官，她很怕，兰心是陈家班的嘛，那我怎么到道具房拿到军装衣服，我教了她，第二天他会，大哥，我入选了。你就做一个女军官，你穿，你看你这样子去，你看好，我来女军啊 ，OK， 他研究一下。忽然间有一个人穿一个女军官，人家这个印象砰就抓住你 ，casting 很要紧的。教父马龙·布兰多是谁呀？我怎么我就？The size of Hollywood Pinocchio that cries like a woman. I'm gonna make him an offer he can't refuse. 人家在 casting， 他走进来一个人。Your family, Junior. 他还含了面包。他自己拿两个棉花，拿个鞋油，擦一下。对。他说：“为什么我刚刚那么讲话？是我中奖之后。” My wife is crying upstairs. 他就演教父，你看。奥斯卡，就是 casting， 你今天去做什么，就把自己做成是什么。叶成，哎，新一代动作演员那些，你有空跟大哥聊聊啊，让他给点机会给你。你有机会，真的。其实这次能跟成龙大哥这么近距离的接触，其实我特别激动，而且特别的荣幸吧。在我心里也曾想过要成为下一个成龙。那个成龙是打引号的，他对于我来讲是一种信念，是一种精神力，然后也真的很希望未来能有机会跟您再多学习，谢谢。成龙大哥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拍这场戏拍了几天？一个多月。那个时候，你那个尔导他知道有袁家班、刘家班、洪家班、陈家班。洪金宝跟他师兄嘛，我的师兄，但是我们两个斗得很厉害，就是看谁最好。后来我是走的是拼命化的，